尊敬的护法居士们，新年吉祥。在龙年到来之际，祈愿龙天将护佑我们陈瑞祥，愿大家如龙一般勇猛精进，在工作和生活中克服困难，心怀喜悦，迎接新的开始，获得妙气祥。在团聚的时刻，愿大家珍惜与家人共度的每一刻，分享快乐。愿新的一年里，大家身体健康，心灵安稳，事业蒸蒸日上，家庭幸福美满。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沙南佛学会的支持与信任，让我们携手共进，迎接龙年的到来。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，如龙攀飞鹏，菩提精进，智慧增长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